就行了嘛，然后螺丝也不要乱用。就是你对准四个孔嘛。这个视频你保留好，下次有点没有了。就是把螺丝的，这样穿一下不就上螺帽不行了？螺帽上上。上螺帽这里。上紧就好了，对。可以了。这样正了，对吧？没有，不要停。